因为你低头比较大，等一下是啊是啊，小心下去以后他就起不来了。小心啊！好，一下，姐姐，好好好。我们走，我们离开家。要去哪里？要去哪里？姐姐溜滑梯。跟我去玩，好不好？跟我玩，好不好？欢迎姐姐溜滑梯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慢一点。哎呦。